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 Iris。那现在呢，我在上海恒隆的迪奥店。今天呢，这里有一场 ABC Dior 的一个 Pop-up Store 的活动。这次活动呢，主要是根据迪奥的 Oblique 的那个帆布包，还有它的帆布鞋，做一个个性化定制的这么一个一年一次吧。其实去年也有，那去年我没有赶上做定制，所以今年呢，我一定要去做一个这么一个个性化定制，可以把我自己的名字啊，或者说喜欢的一些 initial 印在上面。那现在我们就跟着镜头往下看吧。